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你就放心的去薛家乡游房吧，我等着你回来，跟我一起手牵手的过完我们以后的日子，好吗？好。你的心上人明天就要入赘薛家，当人家姑爷了。入赘薛家。周六晚上11点半，请看《谁知女人心》，由皮欧尼玻璃随身电动牙刷冠名赞助。